级汽车。消失的超级汽车。我发明的大力拖车果然超超超大力，连货车搬搬都拖得动。马上要天亮了，今天的任务完成，明晚再继续行动。什么事儿了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们好像被关起来了。嘿嘿，糟了，门打不开。我们可以呼叫指挥中心寻求帮助。咦，怎么没有反应？别浪费力气了，这儿的信号已经被我切断了，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吧。哈哈哈！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雷克警长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看到斑斑了吗？好像没有。好饿呀。真奇怪，亚米今天怎么没来卖早餐？什么？亚米今天没上班？啊！小美去哪儿了？这里的垃圾桶已经满得装不下了。大家都不见了，情况不对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今天有很多超级汽车都消失了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快帮我找一找他们在哪儿吧。没问题。奇怪，搜索不到他们的信号。不好，他们可能有危险，我得去找一找，快帮我升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朋友们在哪？雷达开启，加速前进，睁大眼睛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啊，来帮忙了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线索藏在哪？人行道上，小水坑里，草丛里面，大树下面，发现大家的踪迹。朋友们，你们在里面吗？快救我们出去。警长，敌人敌人出现了，小心小心，长长钩子伸出来，危险危险，大大箱子飞过来，躲开躲开，警车警车要战斗，前进前进，丢丢向前冲，冲啊冲啊，正义需要我守护，全力以赴，大大钩子甩呀甩，晕晕乎乎，警车警车想办法，绝不认输。雷克警长，把他引到仓库前。滴滴呜，滴滴呜，看这里，打开灯光吸引你向我靠近。就是现在，全力出击，这开门，拉住你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也
点尝尝被关起来的滋味吧。路障车，别挡路。前方有路障，大家请绕行。让开让开。嘿，旋风，快停下。雷克警长，我赶时间，你就让我过去吧。不行，所有汽车遇到路障都不能通行，这是交通规则。嗯，好吧。喂，前面怎么不走了？别堵在这儿。哦，糟了。啊，有路障就不能前进，还会造成大堵车。哈哈，我有主意了。嗯，改装完成，路障车诞生啦。嗯，满满一车的路障，让所有的汽车无路可走。嗯，去吧。谢谢你，雷克警长，再见。再见。怎么回事？这里又有路障。奇怪，这些路障都是谁放的？嗯，贝勒虎、开心虎，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城市里出现了好多路障。嗯，大桥上、公园里、沙滩上都有。不对劲，贝勒虎，快帮我升级，让我去调查一下。没问题，在旧城库堡一起来帮忙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铁臂挖掘机，库堡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乱走走，乱走走，城市到处乱走走。超级汽车现在出发，去解决麻烦。我被困住，我们被堵住了。大大铲子举起，路障路障全清理。雷达雷达滴滴滴，发现了目标。站住，不许跑！我来帮你。雷达雷达开启，无敌无找到你。铲子回了又回去，勇往直前不回停。一定要抓住他。机汽车快追击，危险危险要小心，转动车轮向前进，轻松跳呀跳过去，挥动铲子向前进，轻松推开穿过去，追呀追追呀追，推呀推推呀推，一张大网紧紧抓住你。这个大坑很危险，我们需要在前面放一个路障提醒大家。嗯，这样做才对嘛。记忆病毒。嘿，阿布，生日快乐。哇，雷克警长，你的记性可真好，居然记得我的生日。那当然，没什么是我记不住的。你是谁啊？什么嘛，还说自己记性好，一下子就把我忘了。哼。这是哪儿？我是谁？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哈哈哈！雷
雷克警长竟然忘了自己是谁，这太好笑了！没错，只要被我的病毒芯片打中，汽车们就会失去记忆。继续攻击！哈哈哈！飞乐虎，公交车班斯忘了上班，我们上学要迟到了。垃圾车小美也忘了上班，街道上好脏啊。小火车处女怎么不认识路了？啊！大家稍等，我们马上调查一下。哦，找到了！原来又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快呼叫安琪，帮大家清除病毒，恢复记忆吧。嗯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失去了记忆，不要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一圈一圈飞呀飞呀飞，请你想想你到底是谁。我是无畏的消防车，我叫高迪。哇呜哇呜没灭火，没错。伸出我的长水管，喷呀喷呀喷呀，大火大火熄灭了，太棒了。记忆记忆回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继续寻找其他的超级汽车吧。嗯，好的。我们是超级汽车，有不同的工作。我是飞天救护车，治疗交给我。请你，请你快想一下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？请你，请你快想一下，现在该怎么做？我是巴斯公交车，接送乘客很负责。我是妮娜出租车，所有道路都记得。我是小美垃圾车，清扫每一个角落。我是雷克是警车，发现坏蛋不放过。我们是超级汽车。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，真好呀！臭臭车闹翻天。三年没洗的臭袜子，腐烂的水果，还有长毛的臭鸡蛋。真是太臭了，不过我的臭鸡蛋成功了。出发吧，臭臭车，去贝勒小镇大闹一场吧。好臭呀，胖嘟嘟，是你放屁了吗？不是我，是辣嘟嘟。好臭啊。哦，乐嘟嘟都被臭晕了。乐嘟嘟，乐嘟嘟，快醒醒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乐嘟嘟被一股臭气臭晕了。呼噜爷爷，你快帮帮他。好的。你终于醒了。不好，你们先躲起来。我的甜甜圈臭了。我的头发臭了。我全身都臭了。这些臭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
看来有人在捣乱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哦，呼噜爷爷发来了求救信号，怎么看不见啊？有一辆很臭的汽车，喷了好多臭气，我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。超级汽车出动，我们也来帮忙。臭臭车来到大街上，它要干什么？喷臭气到处污染空气，我不能呼吸。噗噗噗，臭气飘来飘去，讨厌讨厌。注意大家快点躲好。怎么了？臭气臭气飘过来，快躲开，快跑。公园公园被污染，臭臭臭。农场农场被污染，臭臭臭。关上门关上窗，躲起来别靠近。公园太臭了，臭臭臭。别担心，我来了。哗啦哗啦洒水车，哗哗哗，转呀转呀打水枪，转转转，喷喷水向前挤，让空气变清新。哦，感觉好多了，好清新。臭臭车，你逃不掉了。瞄准左边的洞洞，砰砰砰，瞄准右边的洞洞。哈哈，现在你喷不了臭气了吧？我的宝贝臭臭车回来了。嗯，怎么会这样？等等等，不要！我臭呀！